出去吃饭看电影，你去不去？不做声就证明你不去，你自己在家睡，我们俩走了啊。我们刚准备要走呢，这个家伙就嗯嗯嗯的吵着。我要把这些我抓过的娃娃全部换一下，换成那种大的。走吧，带你出去撒撒欢儿。好。堵车了，现在都已经8:56了。为什么弄不成这样的事？应该还有机会。还有49分钟。这个娃娃号牌上的数字，就是你有多少个小娃娃就可以换多少个。那我要抓14个，换中间那个，有粉的。这几个是吧？是的。50块钱能抓7个吗？应该能。又花50块钱买60个币。你看这个白色的好好抓呀，抓屁股这个又短。成功片。今日是第一个娃娃。可以可以可以，厉害厉害厉害。这样。来吧，直接做。快来快来快来。OK。现在这娃娃一共有9个了，加油啊！艾米抓这个包包。一个吧，这个，呀，黑化，你们的币所剩无几了，还有几个？还有10几个，加油吧啊！15个怎么能抓到我？越抓越远，我讨厌你，讨厌这种没有边界感的娃娃，这个。长得这个样子真别致，一掀就够了，你不要给我丢圆了啦！我还有币，走。已经抓10个了，可以兑一个了。继续再抓，最后2个，加油啊！我自己再去充一个。不充了，你回来。你这已经有10个了，10个你先去看看可以兑什么？什么呀？这是，沙米。沙米，这是14个的，这是12个，这个这么大9个，怎么样？我想要这个呀，肯定要这个呀。还吧还吧，之前的不行。是的，他只能当天存。只问人家可以换多少，没问人家从家里拿过来的能不能兑，害得我们50块钱买的币抓了几个，然后又。不能对，下次我必须搭到4个，我必须把你们鸡带回家，它的手感真的超好。那个积分是最便宜的哦。是的，走吧，妈妈，我们去找爸爸。爸爸已经点好菜了，今天我们来吃火锅，多吃一点。好，今天真是倒霉，亏大了。快走吧，换娃娃也没换成、哎，吃了一顿饭，电影也没看成。你别谈恋爱伤心事。回家。再拿铁拉出来遛狗吧，遛狗能让我稍微开心点。那我们今天视频就结束了，我们得赶紧出去了，免得别人把我们锁里头了。拜拜。